待着我会在家买下。啊，就是你先买一个田地，然后再建房子，然后再 build，可以上台吗？是可以这的，样。可以的，可以上台。阿迪拉，哎，怎么邀请他们上台呢？怎么点呢？我刚刚不点，怎么点？点哪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去，我都懵了，啊，怎么点？哎，那个哥，你在什么？在中国哪里呀？在中国的那个陕西啊，陕西 province，in 陕 in 西。China，north of China，北方，中国的北方，中国的北方，啊，我只去过南方。怎么搞？怎么上台？怎么搞？那你们过年的时候怎么样啊？春节怎么样？Did you see upper number 17? You 什么什么 that number? Then you can find my name. 我知道。什么意思？他说啥？你看到这上面有十四期人在看吗？你在哪这里？17人，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，哦，看到了，对，邀请上台，哦，明白了，对，哦，好了，哎，哥们儿，啊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我还有很多，很多吃的，这很是多啥吃呀？的，是瓜子吗？是巧克过力年吗？后，春节这是后，咖啡吗？咖啡还是糖？糖？咖啡是我有咖啡，啊，不错不错，我听到你们的这个收入，我吓一跳，我说，可以挣这么多钱，哦，显然。但是在越南咖啡很便宜，很好喝，哎，太潮了。他走嘞，为什么着了？不知道呀。他为啥走嘞？懵嘞。哦，他刚才说的这个英文是这样的，就是，你可以看到那个你的不方便上顶端有台。17个人，然后你连我啊，然后你好可的。以刷到我名字连我。你好啊，不好意思，现在不方便上台。OK。没事，哎，那个哥，现在你，follow 我一下啊，那个陈嘉欣，你说，你在家吗？还是，在家现在，跟父母每天一，在家，然后就是直播嘛，直播，然后卖一些东西，然后挣点钱。你跟父母在一起吗？对，在一块儿呢，我们也是。爸妈还有奶奶都在一起，在啊，一个很大的一个家里面。我们这边就是自己建的房子嘛，2011年建的房子，2011年，啊，那不错，12年前建的，还可以吧。条件比较差。在农村嘛，countryside，肯定是。农村。我的老家也是也在农村，但嗯，是我去海防去城市工作。嗯，那个你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一套房子的话，大概是，60万人民币吧，六十万人民币，六十万。在我们的县城，60万是一个麻房烦一间个，吗？整个房子嘛，整个房一子，个房子啊。啊，对，那个上你喜台吧，欢上台，在农村还是在城市？喜欢在城里，哎，喜欢在农村吧，农村比较好吧，空气比较好，the air is very
Fresh，啊，fresh air，fresh air，欢迎和平，你说，欢迎和平，你说，你说，你好啊，风，你好啊，飞，怎么样？你好，和平。我们以前认识吗？我们以前认识吗？我觉得我们以前一直聊过天儿，啊，聊过天但儿，是我不记得啊，清聊过楚天的，儿，但是我不清楚记得。应该好几年前了吧？好几年应该前聊好过几天年儿。前了吧？几年前，应该。你好是？的，随他吧。我要祝你新年快乐，春节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，那祝你万事如那意。敢祝你？印度也是有新年吗？在一哇，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？在一次的状况，我们就你在怀干疑嘛？了，你在骑车还他开们，车呢？你问的我，你问的我，我看一下怎么了？好想你走。他的网络不好。对，他太吵了，太吵了。他应该是骑车呢，骑什么？bicycle 或者 motorbike，正在路上。我讲他现在在路上，对，你那边太吵了，给你静个音啊，给你静一下音。你再去跑步吗？你再去跑步吗？阿飞，现在可以的。啊，可以啊，的。现在可以了，现在不吵了，没有 noise 了，没有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耳机不太好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没事。吴勇，你好，怎么样？你好。你的汉语非常不错，你的汉语非常 beautiful，非常好。还没有，因为我的中文还有声调问题，有时候语法问题，所以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多练习，多改善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那是相比我吴勇的普通话比较好。什么？你说我什么比较好啊？普通话。因为我已经跟吴勇聊天了，我发现了他的普通话非常非常好，哎呀，不。他的语法、他的腔调没有任何问题，这是我的个人看法。个人看法，对。我感觉还是要水很多。不错。好的，飞，我要介绍一下，我是和平。我来自印度，现在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。在中国吗？没有，在印度，在孟买，你知道吗？孟买知道。我不去到孟买，但是我知道你，我看到你。看到了你就看到了孟买，对。你可以搜索孟买，你可以发现。孟买是印度的首都吗？The capital city，不是首都不是吗？不是，印度的首都就是新德里，但是孟买是印度的经，印度，孟买是印度的经济首都。第二大城市，是的，就像中国有上海，印度有孟买，经济首都。明白了。孟买，你可以打字吗？孟能买，可以打字啊，我打字你能看到吗？看通可以。你们可以搜索孟买。孟买。就这个孟买。是的。孟买。阿非飞，常不这错。是你的第一次直播吗？对，这是我第一次直播，以前没直播，以前直播但是没有人进来，所以说我就关了。有，孟买。你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？孟买是泰国吗？那印阿度，飞阿印度，飞阿飞，印度，印度的国，印度的，那个陕西 province，西安吗？呀，西安是陕西的省会是西安，你住在哪？在西安还是其他的城市？其他城市咸阳，西安。好的。哇，你对中国文化很了解呀，你这。一点点。我觉得现在你在你的老家，对呀、啊。对，在家里，在家里。庆祝春节，对，享受家庭的温暖。
对，目前是这样。我还没在上网找到你的城市，你可以用英文打字吗？阿飞，我觉诶得你是一个非常……，user，user，不好意思，那你说吧。you can use English to tap the 孟买 the words，孟买怎么拼？How to spell it 孟买？这个还真不太清楚，真不知道怎么整。我先静个音啊，我先静个音，我去，去上，明白。我去那静个音，好了。静音怎么静音？静音怎么点？哎，那个，他走了。喂，吴勇，嗯，最近你过怎么样？挺好的，现在你在哪？在中国还是你的国家？现在我在越南呢，越南。嗯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学生，对啊。哎呀，不是，我上班是了，我上班了。啊，我工作了，你光速，你光速。你已经工作了。你做什么样的工作？哎，我是管理饭堂，管理饭堂。看他们做饭，他还是多的。中央是你的国家吗？是吗？我觉得你是一个学生，因为你的脸好像一个少年人的脸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学生。你看得我很老，太老了。越南人有没有清洁、春节？有，比中国一样的，我们会要跟家庭一起做饭，然后睡觉。出熬夜，是分摊，但是会跟家庭一起去奶奶的家、姑姑的家，祝他们新年快乐，然后跟他们做饭，跟他们吃饭，跟他们喝酒，大概，我听说越南人和泰国人都有庆祝春节，但是他们的庆祝春节的方式不一样的，是吗？是的，对，我们越南感觉比中国不一样的。